顾总，你醒了。嗯，什么好吃的呀？早餐已经准备好了，您最爱喝的有机豆奶已经温热了。一大早给谁发消息呢？没谁。 是， 我呢这次去巴针就是去完成外婆没完成的心愿，我一会儿就回来看您，好不好？我不想听你们解释，快点给我过来。哦。哎呀，多吃点吧，吃饱了好挨骂。